那他那一场叫老虎秀，所以他弄了一只老虎在舞台上。老虎，真的老虎，真的老虎，老虎，老虎秀，该吹鸡要去狼那只老虎。嗯。哎，那老虎哇！把他抓到心脏，哇！吓得台下的观众大家啊！看着那舞台非常大，它中间有一个圆圆的，它就是会从下面上吹台镜，就这样升上来。那他那一场叫老虎秀，所以他弄了一只老虎在舞台上。老虎，真的老虎，真的老虎，老虎，老虎秀。然后他是有用那个链子捆住，拴起来，但没打开的啊。如果掌声不够热烈，他不出来。有一次就是一直不热烈，他在底下待了两个钟头。我的待三天呢，还要被看啊。Dancer 大概有十二个，那在那舞台就跳跳跳，有时候 Dancer 会去回到那个老虎嘛。哎呦，我就看到那个老虎已经，然后他还这么哀声。后来唱到舞者都过来这边，那该吹鸡要去狼那只老虎。嗯。就哀声，哎，那老虎哇！哇！台下的观众大家啊，吓死了，很怕他冲到舞台上去失控。后来那个驯兽师就赶快上来，有安抚他，他当然他还是继续在表演了，这样就把他安抚一下，你在洗个促镇定剂啊，下面我们怎样了？就安抚他，就摸摸他什么，跟他讲什么话，后来他就乖乖的，很恐怖。恐怖呢，恐怖，那是永生难忘哎，那个老虎这样出来，要不然我到现在我怎么还记得那个画面？对呀。